东区金龙少年棒球代表队今天上午由领队陈继兴率领，由台中出发前往台南。金龙队今天穿着新球衣，外套绣有金龙的夹克。他们在车站首先就受到了金龙第四代小球员们的欢送，同时台中市长、议长、棒球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首长多人和家长、球迷纷纷把球员们围拢在一起，给予他们鼓励和打气。